单，不管走到哪，选总统呼声就跟到哪。根据旺旺中时最新民调，若2020蓝绿白对战，韩国瑜以35.2%支持度遥遥领先，蔡英文则持续垫底。若民进党换由赖神出马，韩国瑜依旧打趴白绿，柯阿伯更是惨被边缘化。若排除柯文哲，蓝绿捉对厮杀，韩流更是以过半支持率横甩辣台妹。若韩赖对决，韩国瑜还是领先近14%。好，念三字经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没意思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把高雄经济冲好。目前拼经济，维持一贯韩式太极回答，站不站2020，韩国瑜话不说死。不管是在党内或者跟其他可能的政党候选人 PK 的时候，他都是最高。那在这种状况底下，党内势不宜要去思考韩国瑜参选的一个可能性、正当性。民进党是一个非常会选举的政党，特别是现在还拥有整个行政跟立法权哦，那又非常会操作选举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国民党还是必须提出最强的候选人。不管对战谁，韩国瑜都轻松打趴，白绿瞧不定之时，蓝营期盼最强棒出马。记者沈文贤、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。Thank you.